江二姑娘，殿下，您可是要找公主殿下？她不是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江姑娘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跟燕翎发生了什么，但她最近真的很不对劲。从前她是最疏朗不羁的性子，可眼下却是郁郁寡欢。我问她，她也不告诉我，所以我只能来问问你。这世上很多事，却难与人说。若殿下方便，雪凝想请您带句话给燕翎。 您只管对他说：“疾风知劲草，云开见月明。有些事，只要守得住，就一定会有转机。”